目前来说，我们大部分客户其实主要是高校啊、科技公司或个人买来玩。高校这块的话，种类还是比较多一点的。比如说有些教授买来做算法研究的，就发很顶尖的一些论文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给学生上课用，做一些基层的，就是教学嘛。因为你也知道，这是一个综合了很多技术在里面的一个科技产品，它其实可，无论是人工智能啊、一些机电控制算法啊之类的。